啊，我再来一次哦。他说 F A 上 G S 为实系数多项式，对吧？哈，他说 F 二减三等于四加五 I， 就四加五 I 等于几？二减三 I， 求这两个相乘怎么算？因为 F S 都是实系数方程式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 F 二加三 I 怎么算？直接在有 H 里面算，直接把它变成共二复数行不行？在有 H 面变号，那我答案也就直接把它变成共二复数，直接把怎样变号？所以算在有 H 面变号，所以算变成二加三 I， 是不是好了？之后乘法有什么率？分配率，麻烦把它乘开，二乘四是几？八，加上十二 I， 减掉十 I。减掉15 i 平方 ，i 平方负一，所以8加15是几？ 23， 所以算出来是23加几 i？ 2 i 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